双北疫情升温，中央地方进行微控以及区域清洁消毒，为了病毒扩散。县长翁章梁超前部署，嘉义县提升进入三级警戒。县长也表示，嘉义县目前零确诊，并无表示到安全。尤其母亲节有在外游子回来处理聚餐的移动，是不是平安度过？要等待到五月二十八号才知影。现在要做的是，无代志卖出门，嘴暗挂好，洁洗手。明仔载再去市场开。计算到经过控制无遵守者，直接开罚单。但是我嘛要提醒咱嘉义人，嘉义还是有危机。大家一礼拜前，等下过母亲节刷，大家知影吼。母亲节是台湾头甲台湾尾，所有咱出国的囡仔都要拢倒来陪老母咧过节。现在才过一个礼拜，所以我们要过两个礼拜以后，嘉义是不是安全才是清楚的。所以咱母亲节那个危机还没有过。我想我要大家知道，所以啊，基本上这段时间啊，大家人想讲公布遐尔啊危险，啊，咱家己应该无问题吼，啊，不能这样看。所以基本上我嘛是三个物件啊，大家讲：第一，无代志尽量莫出门；第二啊，爱啊戴口罩，嘴咱莫挂好；那第三，大概就是啊，爱勤洗手。新北市疫情升温，中央地方进行微控以及区域清消。为了病毒扩散，嘉义县长翁章梁超前部署，嘉义县提升进入三级警戒。翁章梁表示，嘉义县目前零确诊，并无代表是安全。那我们明天开始啊，在所有前线的早市啊，市场咱也开始全力啊，强力宣导啊，戴口罩。那不戴口罩诶啊，我们会劝导。如果呢还是劝导不听，我们就直接开罚单了。那咱希望大家会当共体。这个防疫的这个期间哈，啊，当然大家拢认为嘉义相对安全，无像北部较紧张。但是我嘛要提醒所有的嘉义人，咱当啊过一礼拜母亲节尔，母亲节是南北二路所有咱嘉义囡仔拢倒来陪老母过节。那实际上有很多是新北跟台北，那危险性还是有的啊，不是没有。所以嘉义是不是当安全，那个看一礼拜哦，是不是整个天佑嘉义，哎，当顺利无发生代志。所以这段时间不管有代志无代志，我想台湾人较忍耐咧，就是无代志尽量莫出门，就是挂嘴罩，就是勤洗手，这三项做好，那咧病毒一定不会打倒我们，我们一定会打倒病毒。馆长表示，尤其母亲节有在外游子，等来厝聚餐的移动，是不是平安度过，要等待到五月二十八才会知影。现在要做的是无代志莫出门。嘴暗爱戴好，爱勤洗手。明仔早起市场开始宣导，经过看到无遵从者，直接开罚单。这是新闻蔡文东，新港乡蔡文报。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，我是县长翁章梁。疫情愈来愈严重，有人问我安尼到底要安怎？虽然严重，但是大家唔通恐慌，拜托大家。做好三件代志，无必要的时阵，请大家莫出门，挂嘴罩，甲洗手，做好这三件代志真重要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士大，按照政府的指示，大家团结对抗病毒，唔免惊。拜托大家无必要的时阵莫出门，挂嘴罩，甲洗手。感谢，多谢。输棋可以重来，但人生的棋局不能重来。加入 AI 科技特色班，设计属于你的未来。在嘉义县永庆高中跟竹崎高中拥有专业的 AI 科技师资、软硬体设备以及大学资源，欢迎大家来报考 AI 科技特色班，无缝接轨世界酷科技。